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飞将为你带来的《凶皇九七》原版的实况对战解说，也是很久没有更新九七原版了啊，这就搞一期由一部的秦帮主 vs 二 P 的老灰啊，灰神是吧？双方是主力抢三，小跳是零头，吕布四连没有任何问题啊。八神内战不多提，又是九七第一局。那这两位顶级高手呢，也是师徒关系啊。这灰灰呢是秦帮主的徒弟，哎，这边用 C， 瑞好破防，点老爷。这灰灰好凶啊，什么鬼？哎，这格斗游戏确实如此啊，没有什么大义灭亲，没有什么欺师灭祖之说啊，有的只有实力。啊，即使你是我的师傅，或者说正是因为你是我的师傅，是我的引路人，我才要拿出全部的实力，对吧？给你100%的尊重，没有问题。还一个 CD 搬空，一滴的安全跳，大鬼想插合，这边身位太近被确法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哎，这边武器，哎呦，哇，这转锤转的很好啊！但这边还是被二 P 大鬼花可惜，第三是没接上，没关系。跳金脚有力回针，提前落地，重拳车他跟上。这拨打最大输出没有问题，毕竟晕点是不太可能了。哎，平花赛是空中接力，哦呦，这灰灰、哦哦、追着自己的老恩师一顿狂揍啊！升龙却反逆刺血，怎么说？哎，好绳！八神的血逼之力可留不得，有波，有谢风啊、还有升龙，对吧？而且还有谢风以后的重拳超杀，一个谢风抓住就是四哥将近五哥的伤害啊！三 C， 哎呦，好的这手超瘦身啊，还好二 P 确认了一个地波，刚才如果是战 C 那就崩了，对吧？确认一个战 C， 然后一波重拳超杀跑不了的。来看一下这边灰灰能否稳住，嗯，大猪陈国汉暴气。来看一下秦帮主这边的大门能否稳住，他的头盔硬不硬？好，三 C 相杀，前冲好真反边泽，哎，好，两段是跑天地反走，怎么说？哦呦，哦呦，这陈国汉怎么说？哎呦，可以的，这个以攻代守，对吧？你以为我要去做区域制止？不好意思，我是要进攻。你肯定比那看下一局啊，这秦帮主的大门不多提了，对吧？他应该是国服或者说世界第二的，除了老 K 就是他，对吧？也是除了老 K 最强的八珠门。但是灰灰呢，感觉这个实力已经超出 S 级了啊！怎么说？呦，这手摆脱是跟跳 C 还是弹 C 的相杀？好的，这手中线略微大葵花有说法，毕竟很高。但是，哎呦，这升龙真敢出啊！灰灰，跳地相杀怎么讲？我、连跳进攻，哎呦，二 P 一个战 C 相杀一个葵花，可以的。哎，下臂点中不敢乱动，小跳指定头，鬼步四连。来看下一回合。这两片太精彩了，互攻，对吧？彼此都不肯退让，确实九七就是如此啊。尤其是八神内战，你退后一步，不好意思，你就不用再前进了啊。这边，鬼步，哎呦，白光秀起来的秦帮主，自然刚刚好啊，打最大输出。怎么说？前出一个切防切掉的一批的指定头。哎，好一个波，想杀一波跳 CD， 这个位置，哎呦。前大跳落地一个指定头，很明显是复合指定头啊，但是距离不够，变成了一个近 C。来看下一回合，灰灰这边国服或者说世界最强神了。哎，这个颜色非常喜庆啊，这是什么颜色？这是，这颜色不好说，偏橘色，什么丹红啊，还是什么，不是很清楚啊，反正比较偏国风的颜色啊。来看一下秦帮主这边大猪下边想点狙击锤，没有躲开没关系。哎呦，这世界最强鹤，哎呦，前冲竟然躲开了一批的下重腿，怎么说？但是秦帮主这边虽然很多想转锤魔血，二 P 一个战 C 破掉，跳 CD 有力回针，打破防值，能量闪射过来下 A， 哎，没有接不震呢，不行，可以反边泽。那这样的话，一 P 只能交 CD， 二 P 刚才很明显想啊，战 C 以后助死打那就，哎呦，这小小一星可以。但是灰灰这个血量已经非常少了啊，秦帮主这波应该是，看看吧。毕竟灰灰这边手里还有三颗资源，对吧？这三颗系呢有说法。
好，一颗 CD 直接交付给进攻不给压制。好，哎呦，这首下 C 不奏，好家伙，有说法，赢了一下，哦，跳地逆下，没了，比分0-2。那看下一局。哇，这灰神不愧是世界最强千鹤啊，当然指的是97，对吧？这秒杀可太夸张了，撕血血皮之地，牛的。来看一下这一局怎么说，秦帮主难道说要被自己的徒弟剃头了吗？再怎么说这也有点说不过去了啊。哎，必须要维护自己的师道尊严，对话两师走。这边灰灰也是散脾气疯嘛，看得出来。哎呦，这边想小摆，但是一批下心跳低身位躲开了日低空压地的判定，很细节。好的，高跳 C， 鬼步四连进板，蹲姿倒地起身。哇哦，这时候想高跳 CD 骗下盘，但是被一批谢风抓住，两个重拳的伤害，一个超杀跟上，伤害非常高，起身。哎呦，小跳日皮想裸 AB 又被抓，漂亮。这一波是全方位智能制导，对吧？这个东风快递使命必达，这时候谢风可以的，很精准。来看一下灰灰的陈国汉怎么说。这局偶遇好的高跳过来想跳低逆向，虽然没有打中，但是没关系，落地谢风跑不掉。好，晕了啊，重拳大魁晕掉，看一下起身。哦哟，秀起来要穿三。来看灰灰怎么做，如何是好，能否顶住啊。这局如果说秦帮主能打出一个穿三，那我只能说一雪先耻。调皮想空，哦，前冲战 C 复合。这个位置双方位置互换，神道先缓缓压制一波，但是 VP 跳地抢空还是出板。好，大六连晕掉，哎呦，直接带走，波动 MIX 八只女超远距离，给你来一个厚葬，对吧？首级配以檀香木身躯，厚葬于洛阳南门外，对吧？这个是谁？好像是关羽，是吧？关羽是这么葬的，我没记错的话。比分1-2，看一下灰灰怎么说。上一局被老恩师穿三啊，这确实，哎，就感觉，哎，师傅打赢徒弟，其实咱们就不说97啊，就正常来讲应该是比较正常的啊，而且也没有什么可说的。但秦帮主这边这个爆发确实比较猛，对吧？放在97里这种不能放水的局势里，那就完全是很优秀了。哎，像小百他是一匹裸一匹躲开，这灰灰可以怒气冲天。菊花插和血反板边硬泽，你以为我还想去骗你下盘吗？这波是硬压制，好升龙，可以的，看得出来啊，灰灰这手升龙很有秦帮主的影子。哎，一个战 C 对策而飞的前小影跳复合指令头，哎呦，前冲好重拳啊，不用直接带走，稳，这波也是为了求稳，对吧？你像这种比较紧张的局势啊，虽然说这种重拳超杀呢信手拈来，但是为了求稳呢都会直接绕，对吧？谢风以后直接是正摇反摇拳会比较安全一点。看一下这边连跳进攻，哦呦，大跳 C， 这一下操作有点畸形，但是二 B 没有想到啊，高跳是攻头，这波撕血确实只能硬猜啊，对手要么是攻击判定，要么是指定头啊，最次也是一个中断则，对吧？中断普通头嘛。来看一下这边大猪内战，嗯，能量闪神一匹，哎呦，这下孤地出的有点晚，一匹顺势能量闪神换到板边，但是二匹转锤对空可以的，双方打一个照面啊，血量并没有拉得很开，这个局势还是军事。嗯，哎，进攻击点一下，哎呦，好家伙，这手骗 CD 很凶，但是这个身位拉得太开了一点啊，这前冲下 C 却反没来得及。这新帮主还是有点保守啊，哎，跳地下低怎么说，转锤，哎呦，这个位置灰灰好，跳 CD 魔种啊，但是其实对于灰灰来讲可以接受，对吧？这陈国汉的内战呢赢了血赚，输了完全可以接受，毕竟自己是神乐手底，对吧？大门是比较怕大输的，但是神乐呢差不多没有那么怕啊，一般。来看一下这边想护身短影我带走，漂亮，这时候小影子出得很灵性。哎，你以为我要骗你 CD， 不好意思，我就直接上了啊。刚才秦帮主很明显以为灰灰想下 C 或者说远端助词骗自己 CD 啊，毕竟自己的资源很多，
对吧？但是灰灰这边反其道而行之，哦呦，好战一下一漂亮补身，有说法吗？一下，哎呦，能量闪身三 C 可以很极限，但是还是没了。这手升龙很果断啊！大家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灰灰实在太猛了。